好的，我是盖伊。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我四天练全身的重训菜单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来带大家看看我是如何花四天练完全身的，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活动度也太好了吧？那是有变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拍的时候有压力？还有压力，压力。这个腹肌线条，推完胸然后看腹肌这样。哇塞！训练动态，那就一直吃啊，拍吃啊。你就说你去哪里吃，你去哪里吃啊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你可以，你那一阵子可以顺便去找那个大胃王做那个。我都回不去。
出来吧。